抢地主。大王，你的牌打得太好了。快乐扑克派城市牌王赛，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由龙氏文体频道打造的大型棋牌竞技类节目《快乐扑克派》，我是主持人世博。在节目开始前，要特别感谢专业的棋牌竞技平台勾勾比赛对本节目的技术支持，感谢。是的，看过我们节目的朋友，相信你也想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来打牌，来评论，怎么样来呢？非常简单。赶快登录专业的棋牌竞技平台勾勾比赛，3w.勾勾.cn， 或直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进行网络报名，还可以直接拨打我们节目组的热线电话，或关注我们的公众号扑克的全拼加上5个8进行微信报名。现在为了比赛的公平公正，我们依然请到了来自于黑龙江体育总会的白泉老师作为比赛监督，欢迎白泉老师。半决赛了哈，各位都是技术流，所以说打的比赛也是非常的精彩。那昨天的比赛究竟怎样，我们赶快来回顾一下。在昨天的比赛中，开局七台河队好牌连连，一局取得领先。中期伊春队抓住时机反超比分，比赛第21局，七台河选手果敢叫牌，又将比分反超取得5分，伊春队积3分，哈尔滨队积1分。接着我们的第5场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哈，那我们选手打的都非常的精彩啊，那希望各位加油了。来，我们的选手请戴上耳机。第5场比赛现在开始。不降。牌力相对比较均衡啊。不降。断六。叫一分不留局，出单牌，我觉得可以考虑出个单牌，保留一个牌型的变化。4 5 K 尖儿考虑可以考虑让一下，对吧？2这回你得忍了吧，不忍也不行。顺子，哎，还是考虑让了。对3，让对5垫掉。对5，对6，对圈，这样对 K。对 K。对尖，要对2。对2。3-7出掉。3-1。10。秀玲是让还是不让呢？你觉得可以考虑不要，对吧？点2，这样大王。大王。8-9-10勾圈，下家正好10勾圈给尖儿，然后出个单3。顺子。然后出个单3，这样的话。地主就走不掉了。3。亮。看一下比分啊，七台河是-2，伊春是1分，哈尔滨是1分。我们看下一局啊。1分。啊，叫了1分。底牌上的非常好啊，这种牌型。7。
是我单七。理论上没有炸是必胜的牌啊。啊，这个二得让掉。三四五六七，现在对毕春生来说，管上以后这牌还比较难打，我觉得不要会更好一些啊。对九，这样对十，对十。正好上对 K， 对 K， 对尖，这牌对尖再让一下，这牌就获胜，没有悬念了。让还不让？让一下会更好一些。这样的话，怎么出都上手。顺子，再有仨带，三带一。三二带一，三带一，九，小王。这样的话就是毫无悬念的获胜了，上大王出对对勾回手就赢了。大王出个对六，对勾回手。对六，对八，对高，三带一。这样，七台河是负三分，伊春是零分啊，哈尔滨是零分。我们看下一局。和是叫牌还不叫牌呢？应该会叫牌。一分。现在李秀玲能不能叫三分？不叫。没有叫。不叫。可以考虑先出对三啊，四五六七八，五六七八九十，你这样对三出掉，垫对九，啊，这样出了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出单牌，那个顺性不要出了，顺子，这样的话都出尽了啊，出单牌，三，五，那牌型已经是暴露无遗啊。三四五六七八九，出对勾你要不要？这边出对勾还是双顺？连对。现在下家明显不是一对儿啊，这已经明牌了，不然的话直接出一对儿就剩一颗了，
肯定不是对牌，对，不要的话出个单牌。三七放弃了啊。二看七台河是负五分，伊春是一分，哈尔滨是四分。果断叫了三分啊，这牌应该说牌力非常强啊，起手出个单牌。忍一下，对勾，对勾还得忍，对吧？因为你起手出对勾了，这牌也得忍，这牌不忍的话也没法打，对吧？哎，再垫一张。中。二。还是得忍。顺子。三带对。这样仨尖带一对儿。还是仨十带一对儿都可以。三带对。是一样的。出个单牌，五，你这七为什么不垫呢？我觉得这个七台和选手是出的是挺奇怪哈，这牌他实际垫七也走不掉了，但是七一定得垫呢，对吧？小王，现在大王还好，就是不影响结局啊，因为这牌结局是哈尔滨选手是怎么打都是必胜的牌了。出个单牌就简单的赢了，三带一，出个单牌剩一炸圈二，我炸七，看看比分啊，七台河是负十三分，伊春是负一分，哈尔滨是四分。我们看下一局，一把炸牌啊，奠定了自己的领先地位。无将，无将，三分，果断降三分啊，从单牌出起，这牌可以考虑必要的时候拆王。K 垫掉 ，K 尖儿，二，还得出个四，四，看看尖儿能不能垫掉，应该是问题不大啊。七，勾，垫个尖儿。二，忍还是不忍？顺子，只能不要啊，外面还有对儿三，对儿六，这样对八垫掉就炸出来了。对儿八，对儿 K， 这样开炸。双顺走掉了，火箭来喽 ！K，
连队。这比分就领先很多啊。看一下比分啊，七台河负19分，伊春是负7分，哈尔滨是26分。我们看下一局，这样领先比较多啊，两把带炸的牌里全部打赢。不降，这把牌还是够叫的牌，大王三个二两个尖啊，牌力相当之强。起手出对，因为小对比较多，对三断张是断七断 K。点五，还好啊，这牌点勾，这些断章都没有成炸。对儿圈，对儿尖儿。嗯，忍了一下，还是没人。三带一。这牌可以管上了啊，三带一，现在理论上 K 是没有见啊，但是八九十勾圈已经大了，因为它已经三个十出掉了嘛。对四，七现在也没有见。对八，再上对尖儿，对尖，八九十勾圈，这牌没有炸的话就顶大王，你要担心有炸出对六也是。不降，现在一春选手是不降，没有叫牌。现在哈尔滨选手对可以考虑叫一分，消耗一下牌局，对吧？然后出小对和单牌都可以考虑，出个单六也可以考虑，单七都行。对三，对七，这样垫对勾。对九，垫对九。现在对牌应该是足够强大啊。对勾，对圈的垫掉。对圈，对圈外面三个 K 的话，这对圈都叫对二了啊，没有没有。这样的话再出单牌，这单牌一定得出了。对四。啊，没有出。对儿八，对勾，对儿勾，七，取地清就顺势垫牌就可以了。你这牌。你升二是什么意思呢？你这牌你一定要垫一颗，你不垫的话，你再出的话，十个圈还是差一手牌吗？三个 K， 三个尖。大爷出不去啊，你这仨带和不带都一样。八，这十没要啊，这还怎么也可以考虑要一张，对吧？五，对二，
再出个六就更走掉了。六十二，大王。这样的话，哈尔滨选手又获胜了，分差在拉大。K， 我们看下一局啊。现在断章断个四断个九，这牌也是比较难打啊，所以说叫牌也是犹豫。一分，就叫一分啊。两分，三个二叫两分。三四五六七，选择这样出牌了。三四五六七，七八九勾。啊，这样的话出单五。五。主要两个王跑外啊。这个圈儿，圈儿，二，直接上二啊！不要，两个尖没有拆呀、啊，这牌你怎么出啊？下一三带一试试右手啊，这也出不去，二得留着。先准备，三个二没有要，没有要，要还不够打，怎么出还得再出一手。对，七，出七下家垫个 K。现在只要上小王，出五顺之后再出单牌就赢了啊！小王没有不出的道理啊！这牌要是出五顺，顺子，谁出对勾啊？地主还是有机会能走的，还是出单啊？果然出对勾，这样出对二。你这样的话，地主已经是别无选择啊，只能把它放出来，就只能管上以后，然后出五顺或者是出长顺啊。对二，仨四儿大的概率还是比较小啊，出个三四五六七，因为顺子基本上能出的都出掉了嘛，对吧？三四五六七来七八九十勾这 K 就赢了。顺子。果然啊，别无选择也是。那这个别无选择，也是让他赢的关键。顺子，这牌就李秀玲，如果出单牌，就是地主走不掉了啊。如果出了对上手了，反而是赢了啊。对四。曲立青一分，降了一分。两分。这牌降两分。起手出个单牌上单尖儿。垫掉尖二，大王，
这大王出早了，稍微忍一忍再出嘛，对吧？对儿三，对三，对儿六，对九。这对勾，对九为什么不出呢？真是奇怪了，出对勾什么意思呢？这牌明明可以成炸的牌，对九要对十垫去，对勾垫掉，成炸了嘛？这牌你还很难出啊，还好这仨八，呀，没成炸，四大二走了。啊，出的真是挺从容啊，好在也是赢了，对吧？我们看下一局啊。这把牌力还行，比较好。出一个大双顺，然后顶着对 K 出，这牌正常顶对 K 出是有春天的牌啊。但是我们是看三家牌，你要春天的话，外面成炸给你炸了也是麻烦。所以说这牌怎么出啊？看他怎么选，出个单五。垫个九，垫勾，垫勾，勾，上单尖儿，尖儿，上垫个二，小王，对五，对圈，对圈，这样上对 K。出三个尖，仨尖带俩圈，不是一样吗？对吧？对儿圈，还是该炸炸你吗？对儿 K， 没要啊。对儿，这要炸了出单牌也是麻烦了，炸了出单牌你也是走不掉啊。然后等你拆二的时候，我在大王反对儿，对手就走了。一分，无将，三分，出单牌，三，四。这牌你就把六垫掉就完事儿了吗？没垫。三带对。啊，应该是大牌。这 K， 然后再出第七，剩个六。对七。对圈儿。对圈儿。
现在已经是五六七八九十勾，正好是八九十勾圈给尖给他管上了，这牌也是怎么打都走不掉啊，没有办法。顺子再出个单三就放走了。三六，好，我们看下一局。怎么出啊？三带一，现在是四个圈拆开也不行。三带一，三带一，三带一。顺子，二，啊，这样大王，大王直接出对就可以了，怎么打也是成仗了，对十。对尖，这样的话对二，对二，再出个单三，怎么打都赢了。对 K， 管牌有可能管啊。对尖，管上也是炸了，对吧？我炸。这样剩个三，三，两分。牌就是哈尔滨选手永远是电牌嘛，对吧？下家顶着对四，对五，对十，对圈，对 K。三带一，这把又是净手炸的牌啊。对五，对 K， 对二，这样净手胜炸。我们看下一局啊，现在是还剩两局，这两局是决定胜负的关键局啊。
这牌非常好赢啊，出个单三就完事了。对，怎么打怎么赢啊，这种牌。这五是天炸，四是把尖垫掉。这牌拆什么二，直接垫尖就完事了吧，对吧？垫尖杀二的时候伤大王。二，你看这牌出的小王还是有大问题啊。大王，对儿八，对儿 K。本来可以迅速能赢的牌，打得这么艰难。对儿尖儿，两个二没有管啊，出个二，再出个长顺，净胜炸。没有悬念啊！许立清拿下了这轮比赛。我炸！我们看最后一局啊，最后一局的比赛，现在排名基本上不会有太大的变化了，因为这分差非常大啊。他把牌叫起来，打三四五六七八，六七八就十。三四五六七八你也得出啊，三，这牌出三四三三四五六七八六七八九十，没看出来啊，在想了怎么打，反正也是垫底了，对，出三得了啊，三出的挺有意思，这牌怎么的是没什么，三带一，三六带个五，是不行了啊，但是也得垫一颗啊，对吧？总不能直接打反春嘛，对吧？二，小王，对三，啊，对圈啊，对尖儿，来对尖儿，对尖儿，对二，然后出个六。放他走，对，赢下比赛。六 K， 看到这局比赛结束啊，那我们哈尔滨的必胜人以大比分拿到了本场的五分，我们的七台河，拿到了本场的三分，我们的伊春队拿到本场的一分。不知道大家看的比赛打得非常过瘾，是不是专业选手之间的博弈，哎，就会让大家，哇，原来斗地主还可以这么打，这就是快乐扑克派的魅力。那电视机前的您，如果也想参与到节目当中来，非常的简单，你可以直接登录专业棋牌竞技平台勾勾比赛www.gogo.cn 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进行网络报名海选，还可以拨打节目热线或直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扑克的全拼加上五个八进行微信报名。我们下一场的比赛，哇，真的很期待，有没有剑拔弩张的感觉呢？我们一起热血的期待吧。来，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我是世博，我们下期再见。